了是不是？谁叫你爬这边卡住了哈？不要动，你不可以动啊，你这客人怎么这样子？他现在开始不帮你按了，非常麻烦呢。他们不可以吃菜，这种太值得的一定要在上面，然后他就在那边按，因为这样子一方面呢猫咪也不怕冷，然后又可以这样子牵着踩背，你下面你就爱妞妞，你不爱妹妹的。妞妞，我要机车，你过来一点啊！这样舒服哦。